猜对了，那个人犯。叶宝，啥就是啊，小白菜嘞，四块。嗯买了包子、豆浆，然后又把饭吃了。都给了一块。嗯，包一块，够了呗。够了。吃饱了。吃饱了就是看解馋去。吃早饭之前啊，已经把血抽了，啊，化验血。现在我媳妇这个尿送化验化验血啊。嗯，检查真别想，这头一天你看这收益1281。用的地下是药，上面是检查的。等我成为你们的骄傲，看着你们黑发，上面那功夫1289。鞋还得做检查了，鞋不是化验鞋化验尿了吗？这化验的是你们做的鞋啊？化验那个鞋跟那尿，也不会说，不会说结果，不用去拿结果的事。现在带我爷爷去做一个那个颈动脉什么的。彩超啊，再去检查一下去，慢点一点。检查结果出来了啊，咱看不懂啥意思，拿过去让医生看看。我爷爷都检查完了啊，别的情况是就是脑血栓。我爷爷正在输液啊，我想去给他买个拐杖去啊，然后走路走着比较方便。刚到这个医疗器械室啊，然后过街买了一个拐杖，带来个送到医院里边。那我却没在你身边尽孝，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。我爷爷现在还在输液，然后我再去医院也看看吧，希望爷爷能早日康复啊。